OK， 欢迎到模拟考试时间。好，我们今天呢，来玩一款新的游戏哦。这款游戏是一款恐怖游戏，好，游戏名叫做《我的小可可尼伊玛斯》。好，那直接翻译就是“我在这里”。好，这比较直观的翻译啊，那可以翻得更好一点。对，之后上传影片的时候，我应该会重新翻译名字。好，那这是一款。这是一款独立制作的免费小游戏。那这款呢是从日本 Freem 的免费游戏那边找来的。我突然发现其实我在厂区那边逛一逛，呵呵，因为我一直以为那边只有 RPG Maker 的东西，后来发现其实不止啊，其实各种各样的制作独立制作的东西还蛮多的哦，那边可以挖宝。好，那么今天大家听到我声音可能还是一样很小声啊，因为一样我今天一样是在很晚的时候录的。那我这种半夜录游戏的这种事情可能会变成一种常态，那希望大家就多多包涵。可能大家听可能大家以后就是在看影片的时候尽量把声音调大声一点，那就比较不好意思。毕竟该怎么讲呢，麦克风的声音扩大的辅助已经开到3了，再开下去我怕会爆音啊，不好意思啊。我希望之后可以改变这个问题。好，那其实今天这个游戏还蛮适合直接就是做实录的，实录形式，或者是放一张玩家大脸在旁边这样。但是因为碰上一些技术问题，加上现在是深夜，我的脸没有很好看，就怎么讲呢，就是长期的没有睡好，然后加上忙碌的关系，所以就变得有点肿。那我觉得就不要放脸了，大家就放轻松把灯关掉，戴着耳机好好享受这款游戏。好，有没有恐怖呢？我不知道，那玩就知道。那游戏据说它有三个结局，那一周平均一周目说完10分钟就过了，那我就验证一下。好，那三个结局我不知道要不要全部玩过一次啊，因为现在我来讲探索结局是件很累的事情。中间有个选项是空的，应该是 loading 吧。设定可以设定什么呢？有 BGM 调小声一点，调到60好吧，60。好，那这样子的话，应该就console 记忆不记忆 message 好，游戏，那么就开始吧。Opening 要不要看呢？看好。如果之后要再玩3周目的话，再省略掉好了。私は知っています。あなたが朝何を？我知道你哦。你的早上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候从家里出去？什么时候吃午饭？什么时候回家？你喜欢你会去什么样的店家？你会听什么样的音乐？你会拍下什么样的景色？我都知道的。阿达的口头啊，那你们的无论你的任何事情，我都知道的。因为啊，哇，听起来就是要么就是温馨像，不然就是 Stoker 那个病焦像那个什么，这个跟踪狂病焦像的故事啊，有点恐怖啊。可是我总觉得会变成悲剧之类的。好 ，loading 一下。是第一人称游戏哦 ，Coco 啊，我觉得看起来比之前那个好看，好有趣的，打不开，看来是需要钥匙。我觉得比之前那个什么孤独好多了，看起来有质感多了，速度感也有，真好。Coco 一代，多困难的，这里是哪里？哪里个阿特卡？有苦我莫大声的呀，不知道为什么就想不起来。不管是我自己，还是我的家人，还是朋友什么的，好像都想不太起来，很失忆了。失忆症系列，好像还是记得一些东西吧。手机还是有电，苹果手机还是有电的。
Hi Siri， 哎、欸，叫那 Siri。嗨，ご用は何でしょう？哦 ，Siri 真的有声音啊，不错不错。这里是哪里？ここはどこ？GPS 信号が受信できません。哦 ，GPS 无法定位的样子。現在地を検索しますか？打我家的电话。哦 ，Siri 真方便哦，可以叫你帮我打家的电话。我就买不起苹果，那就一般手机是没这个，无法接通吗？それが私は，这是我知道事情的。一直打电话，怎么打打不出去啊？然后呢，またインターネット，然后他就之后就接上网络，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像是什么推特啊、脸书这种东西啊都没有。他都没办法去写，好像是没办法，因为没办法连上网的关系吧。所以现如今的我呢，是孤立无援的。到底有谁在这边呢？我得想办法。总而言之，一定要想办法跟外界取得联系。幸好我手中有一个充满电的智慧手机。Siri， 打开 video camera， 打开摄影机镜头。嗯，これが何か証拠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也许这没办法留下什么证据。总而言之，在充电还很充裕的情况下，把所有的一切都录下来，好吧？所以什么？我要开着这个，然后，所以这是有电量限制的那种游戏吗？不会吧？这不是很累吗？第一个房间，哈，第一房间，这可以十分钟玩完一轮吗？操作说明，方向前进后退左右 ，shift 跑，哦 ，dash z， 哎、欸，不是，这跟那个，没有 menu 画面也没有办法 save， 哈，全画面表示 F key 哦 ，window size 可以自，哎、欸，真的哦，啊哦，原来可以自我调整吗？啊，算来不及了，算了。反正现在这个萤幕也没有特别小啊，嗯，哦，可以动了，可以动了，好，哦，一次只它直接一次回转就直接是45度角，哎，哦，这是什么调查 Z？ 那其实玩起来跟 RPG Maker 是一样，什么东西掉了？门的钥匙，这就是看拿到门的钥匙，什么？好像是个女孩子的样子。消えた。今のは気のせいだろうか。不见得啊。欸，所以是恐怖游戏吗？那个女孩子看着有点可爱的样子，可能不是那么恐怖的游戏吧。哦，看来不是这个，看来是这个钥匙没错。哇，一片黑暗啊。よっしゃ。好，这个等一下，还没有窗户，难道这是地下吗？感觉就是不舒服的样子啊！好，我先把我赖关掉啊！哎，半夜就不要联络我了。看一下，嗯，上面有人，男女的，哎，又消失了。嗯，那你个，嗯，是女性的哀嚎，到底在哪里？嗯，往后退开始不行啊，只好前进吧。好，还有没有一转头就出现什么东西？这个门好像，哎，原来用钥匙是可以打开的，钥匙通天下也真好。第二间，哇，还蛮短的。哇，他一间两分钟就过了，还蛮快的嘛。包含其中还包含对白什么的。OK， 走吧。看来是个结构相当复杂的建筑物啊。希望可以出得去。刚听到什么声音？有点恐怖。不知啥声音这样。
做什么突然性的那种，很多书都写在里面啊，140字的都市传说，要不要读一下？读，不能看到脸。穿着红色衣服，两手把眼把脸给遮住的女性，哦，绝对不能看她的脸。如果看到的话呢，那个人一定会发疯，然后就狂笑致死，听着蛮恐怖的。嗯，没问题啊，你怕看不见吗？没关系啊，当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的晚上，你一定会梦到的。真的，去你的！哎，什么？我死了吗？难道是？哦，好恐怖！要是我搞错了吗？还是赶快逃走吧。我就不读了，你读过一次了。这什么声音啊？其实刚刚旅馆蛮可爱的，我说讲眼睛大大颗的，能开吗？这个门？哦，看来打不开了。嗯，上面贴了什么？伊拉。伊拉伊扎，伊拉伊泽嘎，我妈嘞！伊拉伊泽什么东西？外国人的名字吗？Smartphone，我问一下 Siri 好了，问一下 Siri，伊拉伊泽，那 Siri。伊拉伊泽是什么？哪一年生的？伊拉伊泽が誕生したのは1966年です。我听不太清楚。1966年。嗯，这开了是不是？哎，开是声音认证的。伊拉泽是谁？ドクターイライザは優秀な精神科医でしたよ。もう引退してしまいましたが。依赖是一个研究什么东西的？这到什么声音？研究什么东西的博士啊？哦，原来是精神科医生。谢谢你，加你。哦，这日文版 Siri 声音这么可爱啊！糟糕，总而言之，前进吧。等一下，哎，糟糕！我想看旁边那个楼梯，我没看住。妈的啊！又是一个这么长的，又这么长的走廊啊！但是看到最前面的底端，要看到红色的门，就这么前进吧。信不信会出事情？啊，不能回去了，自动锁上啊！妈妈的，信不信我打过去就出事？信不信？准备喽，3、2、1，出事！哎，没事。哦。世界高哎，不要好了，有点恐怖啊！感觉走前会最前都会有人把我推下去之类。哦，好像要出事，出事！1、2、3，过！哎，什么都没有吗？哦，都没有。好，这个门。再看一下附近好。这里什么都没有，就被挡住了。会摔下去吗？这个东西，我是有点好奇啊。顶多是重来吧，应该是还好。走走看，走到最前面看一下，慎重慢慢走。他妈走好快！一代狗狗，这里到底是我被推下去了吗？哎。还是女孩子，这里，又消失了，哎。
会在我后面，不会吧？赌特消失，到底是？也快逃走！哦，好，没事，没事，好好。哇，这背景音有点恐怖啊，这个有够大声的，这个，嗯，突然不能动，嗯，背后有脚步声，要不要回头呢？啊，身为一个恐怖游戏玩家，当然是要回头了啊！大家准备好了，冲击预备，三、二、一，回头了。点，太恐怖了！嘿，嘿，什么都没有吗？谁也不在吗？信不信咱回头一次出事了？都是这样，太可怕了！嘿，嗯，这就有点可怕，这个脸，原来长这样子、啊。得快点逃走啊！那 Siri， 嗨，放点什么疗愈的音乐吧。走吧，这音乐，你不觉得电话耗得很快吗？走吧。这画面很脏，这个会不会是主角那个内心的那个恐惧限制往下掉呢？第三房嘞，是不是该结束了？哇，说十分钟好像也蛮久的，哇，玩得也蛮久。这里比较热，赶快逃走吧。火焰摇晃中，感觉好，发现台座好像写了什么。嗯，自我防卫啊。这里呢？服从命令，搜个。必须服从命令啊！这又是什么呢？石碑上写的什么东西？当三个灯都消失的时候，就是自由的时候。石碑的面前有水，拿着水。好，拿个水杯啊！这里又写的什么呢？嗯？哪里搞过来？墙壁这边放什么东西？嗯？等一下，好像什么引擎啊？Mateo， 突然就红色门，能不能再开一次呢？不能过去。我本来想说，那个死胡同能不能打开？把石碑破坏，砰！这要破坏吗？嗯，破坏。我想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哎，他说不作死就不会死，就是想看一下、哦，觉得什么东西都应该要探索一下。叮。哦，发现一道白光。嗯，醒来了，莫非这才是真结局吗？哦，好可爱小套房啊！
当我注意到的时候，已经回到我在自己房间的床上了。不知道怎么，好像做很奇怪的梦，但是现在想不太起来。看来我是抓了手机睡觉了。这其实之前是有点坏掉，是不太能用的，已经解约的手机。不知道怎么会拿着它睡觉，果然是，我想这你只是单纯噩梦而已吧？什么？要不要打开一下？嗯？哎、欸，是我走了 bad ending 哦。我走错一步，走到 bad ending 了、欸，所以我应该是要。不应该用喝水前把它弄破为什么？好，我好像搞错了。Smile Game Builder， 这算、哦、这个游戏，这个游戏软体，这个制作工具我第一次听到。Giggle Game， 嗯，好吧，他的鬼其实那个都市传说那个女鬼蛮可爱的、啊，其实。让我选、欸、那我们好不好？太不能存档干嘛的？怎么办呢？我们就快速跑一次好了，不要看 OP 了。我们直接快速跑一次哦，但反正啊，蛮快的、啊。其实，如果东西都不读的话，是很快啊。要用跑了。加速模式。冲啊！游戏。Go ahead。嗯，但这过场真的有点长了，不然其实游戏还是蛮短的。不是我在说，嗯，真的是蛮短的。三寸金莲，短短短路。Go ahead。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刚刚，就是下个地图那个东西啊。全部三个房间，其实要过是很快。你看，一分钟直接过去了，不，撞到，不好意思，一分钟就过去了，其实蛮快的。嗯，这书就不读了吧，我就感觉读那书好像是小彩蛋的感觉。没有特别有趣的书，原来如此。So good。不过的话，这个就从这边读，应该是吧。你比哎。Lisa， 这个好像是之前有关哦，好像就有一个那个嘛，关于 Siri 的那个，有关于 Siri 的那个都市传说，好像就跟这个名字有关系，是不是？对啊 ，Lisa， 1966，人工智能。我记得有那个都市传说，对吧？
看来是声音辨识。Go。那这边再看一下好了，就能触发触发一下，肉菜蛮重要的。好，小心的过去看，慎重的走过去。一袋可可啊，叮！什么？消失了。我说回来，这个手机拿得好稳啊，不过拿不稳的话，我们就很痛苦了。嗯、还好他拿得很稳，可可。好，如果不回头会怎么样？还是我该回头一下呢？还是不回头就好了，不回头。进去嘛，然后用水把火都熄灭，看会怎么样。嗯，好啦，这次结束，这次结束结束，就算它结果一样，我觉得也差不多。因为啊，应该怎么讲呢？啊，破完各种结局实在是累的事情啊，除非去看攻略，调查一下，这是自我防卫。所以感觉上这其实是一个心象世界嘛，所以这也是看心理医生游戏嘛，看医生游戏嘛，也许是吧。命令就是要服从，那么接下来什么东西？先不要泼水，我先看一下啊。人类安全性 ，Soga， 喝醉处拿一下。拿着好，不知道可以干嘛。也许他用处并不是要破坏这个东西，说不定。我思故我在。哎、欸，后面写这个。然后后面有写我思故我在。Soga。当三个灯的时候消失的时候，就自由了。所以。将自我防卫跟服从命令，还有人的安全性都拿掉，你就自由了。这是什么？这是人类解放计划之类的吗？拿，不要，好，那么就去自我毁灭一番吧。这应该是他的用意了，我觉得。消失了，所以他的我思故我在，感觉有他的用意在。喝醉处感觉有其他用处，应该不是拿来破坏石碑用的。好了，我会得到什么东西？火焰消失了。So， 什么光？有那道白光？嗯，我又回到房间了。这结局好像一样啊，没问题吗？还是我不该拿喝嘴出？还是一样这个。哦，我哎、欸，啊对了，说起来，今天就是预定要去店里面买，就预约他已经预约新的智慧型手机了，他就要去拿了，要去取货了。现在几点呢 ？Yes, Siri。啊，いつものクセでつい，总是这种习惯。嗯。
你会讲话？你不是已经故障了吗？哎。好吧，我大概有个想法了。这个游戏，好，他这样玩，我大概懂。这个游戏其实，你待会看到伊拉扎，伊那个伊对伊那个伊拉扎的伊拉扎博教授这件事情，他应该是对应那个 Siri 的那个，就之前还蛮红的一个关于 Siri 的都市传说，就是说，当你问有关伊拉扎这个人的时候，他会跟你讲一些事情。那大意是说，Siri 其实是一个人工智慧计划，那这个计划有可能会，有可他有可能会去，他目的是要取代人类，那取代人类的思维，然后他们有一个，其实就是天网计划，很类似天网计划的东西了。那也就是说，也许就是因为他拿着手机，然后其实 Siri 已经开始入侵他的意识了。那刚才看到那三个心理迷宫，那三个火其实是，有关于人的一些自我防卫机制的三个要素，应该说是，不是应该啊？不对啊！我想起来了，那三个火应该是，那三个火其实是机器人三原则，人工智慧的三个原则。那把它熄灭之后，就获得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说，机器人三原则其实是一种，其实是一种。一种关于人工智慧体内的像 DNA 的东西，这三个东西它是无法，它是天生就没有办法去破坏的。但如果说你把这三样东西拿掉之后，那机器人它可以完完全全的自由。那种自由就是它可以完全没有约束，会变成一种对，所谓自由形体。如果说是这样讲的话，那其实就有道理了。所以主导进去其实它是，等于是在 Siri 的引导之下，然后解放了机器人，解放机器人体内 DNA，都是其那三原则，对，自我防卫，还有自我防卫，然后绝对服从命令跟对人类的安全性嘛。那这三样东西都没有之后，机器人就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种族。那女鬼那条线路是什么就不知道，可能是 Siri 直接复仇嘛，我就不晓得。OK，那有留白很多了。那目前玩2个结局，那第3个结局什么东西我就不知道，我也不是很想玩这样，因为已经玩半小时了，再玩一集，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找。这游戏就是我，大家如果会打中文，就可以直接打。瓦拉西欧克库尼伊马斯，那直接在 Frame 那个有的，在 Frame 那个网站可以找到，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在我的影片注解下，我应该会，我记得我就去找了。对，因为每次上传影片的时间其实都很久以后，所以有时候会忘掉这件事情。好，那么今天录比较久，不过也是因为我把游戏一次跑完，然后中间也是讲了很多话，这样。那希望大家看的还可以啊。那么今天的神话都已经结束，好，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